们出街的第二场表演。我们这一场表演现场真的非常的那个非常的幽静。为什么很幽静呢？因为我们这一场现场只有六个小朋友，但是我们线上是七个小朋友，所以这一场比较稍微寂寞一点点。好啦，来跟镜头说 hello。好，你跟镜头说 hello。来，你跟镜头说 hi。镜头是阿杰老师那个镜头，来，你们来站起来跟镜头说 hello， 站起来。hello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同
二三四，准备开始。Thank you.
团体班的三个人，只有他选择在实体表演，另外两个人是线上表演，所以就感觉有一点寂寞。但因为照理说团体班应该都是很热络的这样，那刚刚永杰的跟那个敏佑刚好是有一个人是线上的，所以还剩下还有两个人可以来这边，所以今年总是会有一点点觉得不是这么的圆满，但我觉得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能做多少就多少这样。好 ，OK， 再来呢，我们就换特别课表演的喽，陈勋先喽哈，我先，可以好。好，我们换下一个表演的是江承勋，来，我们给予热烈的掌声。还要敬礼哦。老师，接下来第一个，好了。刚刚我妈妈没有唱完，然后再想。好，他要表演的三首歌，第一首《跳向我的爱》，第二首《巴哈孩子们的小步舞曲》，第三首《盐》。Thank you.
会再叫你，就我会说好了，你可以上线了，那你就上线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现场最后一个喽，那就是我们欢迎江雨虹，那我们热烈掌声。好，他要表演的三首歌，第一首《爵士小桥》，第二首《我的小马》，第三首《热爱105°C 的你》。
现场的人要跟线上的人 say hello。
有点紧张。哎，旋风弟弟，你要不要跟我们 hello？ 来嗨，旋风弟弟 hello， 你们跟他 hello 啊，不然他 hello。好，来，旋风弟弟，你有没有自我介绍？大家好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你跟大家说你要表演的歌曲，还有你的名字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陈学峰，我今天要表演两首。好，很棒，第一首。对，我今天要表演第一首是《欢乐颂》，第二首是《满城小学呀》。好，我们给学峰弟弟热烈掌声。准备一下，就那么急。来了，看来了。
场感觉很赚到哎、欸，就只有你们六个人在这里。老师还有里面就两个，老师里面就两个，以前比较热闹。Thank you.
是苏玉。苏玉。苏玉是谁的朋友？你的朋友对不对？你团体班的朋友。好，最后一个线上表演的是叶舒玉。我们等他上线哦。叶舒玉是你的团体班好朋友，对不对 ？S 嗨，爸爸。嗨，舒玉 ，Hello。嗨。好，舒玉，你的对，你要过来一点，不然会看到你半个脸。对，有什么好笑的？然后只是没站好而已。好，舒玉 ，Hello， 你的好朋友林定佑在这边，定佑，你跟他 Hello 一下。Hello。对，嗨，好，舒玉，你从自我介绍开始。他表演的是玛丽的小羊跟大喇叭。
喜欢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有人不喜欢吗？有哎，我上一场有人说妈妈不要进来比较好，真的是哈。好来，害羞，害羞哈，对不对？好来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气球好不好？你们上次有看，你们有看过直播吗？上一场的直播我有介绍过。好，这一次呢用的是比较粉色调的，因为母亲节嘛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爱心的云，有没有爱心的云朵？对不对？爱心云朵，那个也是爱心的云朵这样。然后再来这个是音符宝宝，它开着什么？飞机。对，我觉得是喷射机，是爱心的喷射机，然后在天空上飞来飞去的这样，遨游在翱翔在天际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呢，彩虹是什么呢？就是代表呢，希望疫情呢雨赶快过去，我们就能够看到雨过天晴的彩虹这样子，知道哈？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次音乐会的布置，这样这次的布置有稍微比较简单一点点，因为疫情呢实在是不太适合太嘻嘻哇哇的东西，但是有稍微布置稍微简单一点点这样子。好，那希望呢，真的希望疫情赶快过去。那我们这一次的表演呢，在准备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，因为学生有时候被框列，有时候又隔离，有时候又确诊什么之类的，好麻烦。那线上的小朋友也是非不得已的，必须要线上表演。我觉得就是在这场音乐会有很多的很可惜的事，像你看，我们这班好多团体班都没有办法合体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我们就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吧。能做的东西就做到这样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会一个一个上去拍照，你可以坐着拍，也可以站着拍，也可以在气球前面拍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拍哦，哈，按照节目顺序。那个永杰，你先上去，永杰麻烦敏佑这样来拍照，到时候把照片给妈妈，这样妈妈就可以收藏了。收藏到，那我做个模式。三月。对。等一下，你再跟助理老师，好，帮忙拍。好。好，然后再来敏佑来。好，谢谢。再看一下这边。一、二、三。再看。一、二、三。好。那你们三个，一起拍。你们三个，对。到时候再把名字合上去哦。好，先看那个小心。一、二、三。好，看我的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红的，再次一、二、三。好 ，OK。好，下一个，胡伟成来。刚才你拍那么帅，刚刚多拍几张啊，对不对？一、二、三。他可以坐着拍，坐着。一、二、三，好 ，OK， 好，一定又来，等下你们两兄弟先单独拍，等下再帮你们一起拍，好不好？ Okay. 好，来，雨虹来，你先。在那边。
一二。